还有一个水媚娘，还有一个班贝贝。你水媚娘，忘记揭外皮，里面满满的料。好漂亮呀，米南大月饼，玩起来软香奶香的，里面有辣子的麻薯，外面奶油酥皮，里面满满都是馅。我切了一下，有玉米肉松，还有蛋黄口感丰富的嘞。第一次吃这么大的月饼，看这个麻薯，真的好爱麻薯，糯叽叽的。又是肉松蛋黄，肉松就是咸咸的，好好吃啊！这一块你给我抹茶豆，我真的没把这些东西撕，这里面有抹茶炒，再来一个，这是柿子流心，很好吃，但是这三个我已经够了。好吃归好吃，剩下三个确实真吃不下了，但是不会扔掉浪费，当谢谢一样。这边好大一个呀，没看见，我提起来了呢，味道好香呀。哈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小点，开始吧。我从这个上火锅还没有吃过，然后刚刚尝一下吧，真的好大一个啦，很糯很糯，特别红豆，在拼多多手工龙肉刺刀上的龙肉小吃店，我总结一下会更好吃吧。这个炸的香，下一个是个炒锅烧，再尝尝这个小黄豆，在拼多多中的七巧龙糕找到的那家零食，明天吃吧，可以不会点点的，那家炸红线，好好吃啊，你很喜欢吃红线东西，还有一个黑芝麻。有没有想吃的小宝的？想吃的小宝去告诉我吧。这个，给它拍。可以点一袋袋的桂花椒。它这是工作。在拼多多中手工桂花刀找到无缘万方。是你工花的吗？我觉得啾啾的那种感觉，蛮好吃的。好吃的蛋糕想掉进你的肚子里，也同样之好吃。因为平常一个人吃不完这么多的，我才吃蛋糕。这个得搭配点喝的，做早餐的不做选择，剩下的蛋糕会留不嫌弃我的人一起吃完。